级汽车。地震大逃生。我来啦！这不是淘淘吗？你的打扮好奇怪呀！才不奇怪，我今天是淘大侠。大侠？没错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最近新学的拳法。哈哈哈哈！嘿！怎么回事？淘淘，你的拳法太厉害了，地面都被你锤裂了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什么拳法呀？是地震了，大家快跑！哥哥，是不是地震了？没错，我们快躲到桌子下面，那里比较安全。居民们有危险，我们得快点去救他们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天使救护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家别害怕，我马上就到。受伤了，受伤了，我很难受，脑袋痛痛，屁股痛痛，大树倒下压住了我，快来快来，救救我吧！我们来了，救护车，救护车来帮你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抬起，绷带绷带快绕一绕，快速止血，送医院去。空间，无法呼吸，房子倒下困住了我，快来快来，救救我吧！救护车，救护车来帮你，停停心脏没有问题，棉花棉花快擦一擦，贴上创可贴，送到医院去。是淘淘，他掉下去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下不去。救治伤员是我们的任务，是时候升级了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飞天救护车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我有一双大翅膀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让我带你向上飞，向上飞，飞飞飞，朝着光飞，飞飞用力飞，飞飞飞，摆脱黑暗，飞飞飞。地震了，快上来！向前飞，向前飞，努力加速，绝不后退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危险一定会度过。展翅飞，飞飞飞，用风飞，飞飞飞，用力飞，飞飞飞，救护车你最美，你最美。救护车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
超级汽车最强升级。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大嘴贪吃车，阿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
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！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有趣的水上乐园。哥哥，我热。哇，今天的温度好高呀！看来我们需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。去哪里好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公园边上有一个大泳池。我们可以去那里游泳。哇，大泳池，那一定很凉快吧。哥哥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快去游泳吧。现在就出发。
白老虎，开心虎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的地方。对，那里有很大的泳池。哇，我也要去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泳池。啊，我也要去。皮皮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泳池哦。比吃雪糕还凉快吗？当然了，快来吧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很大很凉快的泳池吗？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一点都不凉快呢。白老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哥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别失望，让超级汽车来帮忙吧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螺旋洒水车，七彩搅拌车，交给我们吧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搅拌车是魔术师，破旧的泳池我来维修。转转大滚筒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转啊转呀，七彩的水泥变变变，泳池变成彩虹色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我是洒水车，大大水箱，空空的泳池我来装满，喷出大水珠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喷呀喷呀，泳池泳池装满了，大家快来玩水吧！大家玩的可真开心，想不想更开心一点呢？想，来吧！变呀变呀 ，Party 出现，变呀变。水上乐园，喷呀喷呀，朵朵浪花，喷呀喷呀，下雨了。魔法魔法真神奇，炎炎夏日快乐无比。耶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陨石袭击。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，真的好期待呀！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！快点！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，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！流星雨观察小队，准备 go！ 看见流星雨时，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。这个是什么？
啊，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。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雪碧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你们也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？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哼，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是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挖掘机大大铲子有力气，有力气。巨石头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。飞呀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。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！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。超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。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哎呀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上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。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。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站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。
快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车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雪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圈两圈晕晕晕，警察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肚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哐哐哐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安心冻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，后进车的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，抓到了。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，打中了。受伤了别害怕，救护车最有办法，围着你飞呀飞，伤口统统消失了，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，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，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，加油！兔子车鬼子笑，藏进花丛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唱歌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大火大火正在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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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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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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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打水泡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
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安全了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抓捕大行动。行动。上。上。快上来。嘿嘿，要发财了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哥哥你看，是小偷在偷东西。可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对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住。让我们召唤超级汽车。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小偷三兄弟半夜偷东西，爬上又爬下，没有人注意，钻石珠宝和金币全部装当口袋里。你们别帮我哟，是警车，快跑，等等我。正义的警车，城市守护者，谁在做坏事把他抓起来，嘀咕嘀咕我来了，小偷小偷别想逃。完了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飞逃跑。好。不好了，小偷不见了。这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怎么抓小偷啊？小偷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不过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没错，我们要保护大家。超级汽车升级。超雷达警车，车有雷达，像很多眼睛，黑夜不用怕，也能看
得清。无论小偷在哪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看你往哪逃！那还有一个小偷，站住，不许跑！小偷跑得快，向左右向右，汽车要加速，向前追追追，瞄准目标快发射，小偷抓住他！嘿嘿，这回你跑不掉了。强升级，雨天派对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今天的野餐派对吧。好耶！看我带了什么？哇，一张好漂亮的野餐布呀！你们带了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，我带了一把大大的遮阳伞。我带了最最最好玩的飞行棋，有人想一起玩吗？哇，我想玩！我带了好看的漫画书，可以跟你交换哦。我也想玩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对了，皮皮，你带了什么呀？我带了好多好吃的，你们看。哇。皮皮，为什么都是空的呀？是不是都被你吃光了？我记得我只吃了一点点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零食，我们的野餐派对就不完美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召唤超级汽车！百变美食车，美食车来了，想吃什么？快告诉我吧。百变美食车，请你听我说，说吧说吧，快说一说。巧克力糖果，棉花糖很多，甜甜蜜蜜我喜欢。果冻小布丁，脆脆小饼干，吃越多越开心。菠萝小草莓，香香哈密瓜，水果越多越好。请你请你变一变，快变一变，闭上眼睛等一等，一二三，睁开眼睛看一看，哇哦，美食美食都出现。耶，我们的野餐派对终于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的野餐派对又办不成了。有我在，雨天也能举行野餐派对哟。对了，我们可以升级美食车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美食车，一起继续野餐派对吧！太好了！
车，谢谢你，今天的野餐派对太棒啦！下次的野餐派对你还会来吗？当然啦。那我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